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，今年一月，北京一共遭遇25天都是雾霾日，直到2月1号，北京才又见蓝天。随着整个中国北方污染加剧，民众不满的情绪也跟着加温。虽然北京市政府端出紧急措施，不过大陆民众普遍对中共当局缺乏信心。大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表示，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是可以隔离医治的疾病，但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。他说，这个比非典 SARS 可怕得多。我看到报道，钟南山院士说，雾霾要比这个非典还要严重，挺长一段时间了。就今天是第一天，今天。大陆中央电视台新闻1+1节目日前以雾霾升级，治理要不要升级为题，电访钟南山。钟南山指出，从研究显示 ，PM2.5 的悬浮颗粒物，只要每立方公尺增加10微克，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就增加3.1%。现在像这么严重的污染，应该不是潜在的危害，就是肯定的危害。就这两天就明显的，各个医院里面的呼吸道门诊就增加了很多嘛。据了解，灰霾不仅对呼吸系统有影响，对心血管、脑血管、神经系统等都有危害。而北京市民10年来的肺癌增加60%。现在这个问题很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北京一个地方的问题。那前天的时候，我也出差到了这个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，在火车上就发现沿途整个都是雾霾的天气，北方地区啊，污染都已经非常严重。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，流动人口更不计其数。除了因为空气污染造成医院就诊人数的增加，交通事故也在快速增加当中。昨天的话，据统计说，北京一共发生了200多起车祸，然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堵车现象。前天跑了一整天，昨天也跑了一下午，那就感觉这个鼻子，然后还有喉咙部分就比较不舒服，然后流鼻涕啊，还有身体不适的现象，感觉非常的无奈吧。因为你生活在这里的话，一般的口罩也防护不了 PM2.5 以下的这种颗粒。全中国至少有8亿人陷入霾伏。其中被指罪魁祸首之一的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周四在北京承认，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，但他推诿说，并非因为油气的质量不达标，而是成品油造成污染的含硫量标准不够。据了解，欧盟和日本柴汽油的内含硫量是欧5标准，仅有 10ppm， 而中国仍以欧3的 150ppm 为标准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大部分车用油的硫含量是欧盟的15倍。我还听一个朋友说，他在一家这个环保组织做过志愿者嘛，那个组织就是用自己购买这个 PM2.5 来测空气，卖的那个商家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买的时候我们都给你把这个数值给调了，你们测出来以后肯定是偏小的。他说，因为我们也不想那个被政府找麻烦，所以说如果你们测的数值是真实的数值的话，肯定会这个被宣扬，肯定会有麻烦的。香港苹果日报报道，面对消失的蓝天，内地许多艺人因埋伏纷纷病倒想叛国。艺人宋丹丹慨叹，我该去哪里度晚年呢？而不少网民痛斥，明星大腕尚且无法防御北京埋伏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无钱移民的平民百姓就只有病死在专制国。新唐人电视唐静、周平、王明宇采访报道。